大家好，我是小刚。今天找了一个新钓点，这是一个莲藕田。这个莲藕田的话，估计黄鳝挺多的。那这里发现一个洞，这个石头缝里面，看见没有？水还是浑的，应该有大货的。哎，看见没有，来了。刚刚来吃了一口的，现在换根新鲜的蚯蚓看一下能不能给它钓出来。这旁边的狗太咬了。嗯，来了来了，看见没有，又咬了一口。哎呦，来了来了，哎呦，哎呦，什么东西啊？哦，吓我一跳！刚才是什么东西啊？好像是癞蛤蟆，又不像，是青蛙，也不怎么像。钓出来看一下，到底是什么东西？哎，跑吧，跑这个石缝里了。哦，跑进去了，太深了，这里面。大家猜一下是什么东西啊？我估计的话，应该是一种蛙类，但是不知道是什么蛙呀。应该不是癞蛤蟆，也不是青蛙，或者石蛙，或者是牛蛙吧，反正没看清楚。下次再来抓它吧。就不管它了。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了，我还以为是黄鳝，吓我一大跳呀。我是小刚，我们下期再见。